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梁文祖又来了啊！你看这刀法，杀杀的。这梁文祖的《西游记》啊，喜欢吃的到东安街过来找他啊。 后来付嘛，嗯，手上钱要是要，我没退付。你看人家这个人呢，这恐怕是他自己的刀哦。啊，看我从屋头拿的呢。给你。他们的。哦，他们刀，我让你个人逼的刀嘞。刀没得，这刀你不过拿个人给你摸。他只要不卖。哎呀，你也那么忙啊。嗯，你叫你爸和鸡嘛，你还翻车吗？这个你弄回去给你。 嗯，嗯。这叫穿风拂面，啊，这叫神龙摆尾。打开之后距离你可以用尺量一下，它们之间都是一样。 还有平步微步，咚咚咚咚。哇！还飞龙在天，啊，面上马啊。